哎，在充气。你看，你看，下面有太投入的人，下面这里有人在这里怎样？唱歌太投入了。是怎样啊？太投入那个情绪里面。来一个，太久了啦。今天我要变一个预言的魔术，然后你看这边是不是也是完整的？随便想一张数字，花色、花色什么的。好，想好了吗？想好，我要跟他们讲吗？偷偷讲，不要。不需要。然后接着。不确定，我等一下会变哦。好，我知道是哪个。知道了，我真的知道。手打开，把张牌盒子盖住。这是一个什么魔术？我刚说预言的魔术。认真想，你的这张那张牌，对着它喊五次预言。来，预言五次。预言，预言，预言，预言。各位观众，各位观众。预言成功，你下次要翻个标准点，那个乡音要收起来。预言，我是被骗了，我又是预言，为什么要哭？为什么是偶遇啊？为什么要哭？为什么要哭？为什么要哭？怎么是不是老预言？我在那边，我用好的，就是偶遇。我第一次变魔术变到我的观众很感动。